小竹牌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主力都係有上滑音啦，跟住咧就仲會有係小撮嘅，有個小撮同埋再加埋個按弦嘅，即係彈完小撮之後會有再按弦嘅。我而家彈一次先呢、這個。似个刀嘅时候咧，佢有一拍嘅，咁喺后半拍先至按落去。哆咪唔使急吓，一拍两拍，咁开始再嚟数啊！如果当一拍数四下啦，咁咪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第四下咧就按个箭嘴落去嘅。個咪係數一、二，個拉係三、三、四，好，再聽一次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跟住第二個小節啦，嗰度要平第一拍，一拍數四下嘛，咁佢大家又佔一下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個都要數四下啦，跟住做第三個小節咯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二三四嗰度嘅刀本身有兩拍嘅，咁所以要數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啦。跟住再隔離個小節啦，呢、這個一二三四嗰個蘇咧係排第四嘅，個前面嘅拉數三下，一二三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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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二二三四，原理都係一樣啊。跟住後邊嗰度啦。好，这个有个上有个上滑音，同埋有个小撮嘅，咁啊数住喎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好，呢度咧个指法咧都可以咧，指本身嘅指法咧就托，系托托托连托几个嘅，咁亦都可以用活托活托。擺弦嘅時候咧就會，咁仲有雜聲啦，凌空，跟住後邊嗰度又係一樣啦，勾完之後，勾完之後，本身佢一個八度啦，咪咪擺好一個八度，跟住你個 ray 咧，呢個咧係一個小撮嚟嘅，陣間我哋勾完之後，搭個食指落去個喺個 ray 嗰度，跟住再個左手擺落去個 ray 度，陣間按落去就升高到咪，好似前一個組合咁樣嘅，一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就咁啦，再睇一次。好，呢个系一个切分音嚟噶，呢个系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后面一样。